水资源时，请多关怀与记得，有一群潜水员在深达七十公尺深、不见天日的深门水库底下进行清淤工程，以延长水库使用年限。因为深水压力加大，会造成麻醉现象，俗称淡醉，需以太阳当吸气器来解决此问题。但以太阳供潜水员吸气，因为气体浓度因素影响声带频率，会造成潜水员讲话音调的提高，而俗称唐老鸭效应。担任潜水员需有劳委会及国外有关单位核发的证书，每次潜水作业约三个小时，扣除加压及减压过程，真正的水下作业时间每次约仅能25分钟。清淤过程很需专业，包含动线规划、闸门切割、杂物吊挂等等，还需要相关人员组成一个团队才可以完成。比在海里潜水观赏珊瑚礁是完全不同的。到各种，等一下要担任水下潜水的工作。宜春，我今天是一号潜水的助手，我正在帮他着装及把管工作。好，助手你好，今天是台湾外的二号助手。大家好，我是二号潜水梁玉翰，有你们真好。黄秋龙，今天担任台湾助的 Angel One， 是主播青。担任今天三号柱的深圳柱。大家好，我是三号潜水员潘伟宏。我是黄振龙，我是潜水担任 EMP 潜水助理的工作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要立即进入舱内协助潜水员。预计可处理约数百万立方公尺的淤泥，若再加上因清淤增加的水库容量，延长水库寿命，约可替国库省下数十亿元。饮水思源拯救水库，潜水员是重要工程之一，有了他们默默付出，水库才能朝永续经营迈进。每个人在自己岗位上扮演好角色，尽力而为，贡献己力，那我们都能是台湾之光。